其实，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勾摄财讯，勾财天，它的手印，也就是金刚勾，金刚的勾印。那金刚勾的勾印呢，是本身来讲，要请它下降，是有一个口诀。那金刚勾啊，它必须要左转、右转、左转、右转、左转、右转，要转3次。你结它的手印的时候啊，转3次，你就可以这个触动勾财天女的心，那么它就会下降。我刚刚在。这个在修法的时候啊，用了金刚钩，也转了3下。那个转是手印在转，手印跟着你的观想的金刚钩在转，也就是你观想这个金刚钩，勾财天女的金刚钩转3下，但是你的手印一样要转3下。这个手印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口诀，这是口诀，勾财天女的口诀，要你的手印转3下，但是呢，你要观想勾财天女的金刚钩一样一起转3下，这个就是口诀。刚刚呢转3下，那么它就降在我的身上，它就勾财天女就降在我的身上。